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主也与你同在。我很喜欢人对我说，我们同往主的殿，来呀，我们一同歌颂主，我们要向全能的救主大声欢呼，上帝是灵，我们当以心灵和诚实拜他。荣耀归于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赞美归于主，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求结心祝文，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上帝，凡人的心在主面前无不显明，心里所羡慕的主都知道，心里所隐藏的也瞒不过主。求主用圣灵的感化洁净我们心里的意念，叫我们尽心爱主，恭敬归荣耀与主的圣名，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阿们。让我们一起来荣耀我们的上帝，哈利路亚。起初的，幕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声音如钟声永留，用我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幕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你是起初的，幕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你是起初的，幕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昔在、今在、永在的君，昔在、今在、永在的君，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是的，主，也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只想日夜日夜都在你的殿中献上我们敬拜。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暗。在你殿中献上。
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呢，我们在还没有听神的话语之前呢，我在这里有两件事情要报告。第一项呢，报告就是我们星期二的祷告动力站照常进行，就是晚上7点到10点，各位请和我们的同工们认为同工来领取当天晚上的 Zoom 的连接，所以我们一起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整个教会能够一起来寻求上帝的脸。第二项报告呢，就是要鼓励大家在这个时候呢，继续把我们的随意和奉献呢带进银行的仓库。那么我相信大家呢，有些呢可能在经济上是有点困难，可是不要紧哦，我们只要抱着一股感恩的心，把我们的奉献带给上帝哦。上帝是从来没有呢，就是强迫我们把我们的奉献带给他。我们的实意乃是我们对上帝的表达，我们的信心，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他那里而来的。我相信呢，当我们呢凭着一股这个喜乐的心，把我们的奉献呢和实意带给上帝的时候呢，那必定会取悦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那么好的机会，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称颂你。主啊，我们要说今天是你所造的日子，我们要再来到你面前来大声欢呼，大声感恩，大声的赞美你。我们求你这个时候，我们进到你的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通过你的圣灵将你的真理彰显给我们。现在我也求你将你的平安，将你的爱领到在网络上参加今天早上敬拜的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你在这个时候，就算是网上，你也将你的同在赐给他们。主啊，虽然我们说在这个情况当中呢，我们的行动被限制，可是我们知道你的行动不能够被限制。求你的圣灵在今天早上，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的氛围里面继续的运行，来成就你自己的旨意。我们将我们自己交付在你手中，求你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求你将你的话语深深的带进到我们的灵，求你将你的同在赐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要继续的看这个课题就是呢我们的这个灵与肉体之间的相争的。今天早上要特别看一个专题，就是属灵征战。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字眼属灵征战呢，你有什么想法哦？不过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最需要赢的战争啊，就在我们里面。里面那场战才是最重要。所以我们看罗马书第8章第5到第8节，来，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啊，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在这里我们看见呢，我们的人生里面呢，就是有这个属灵的，就是有这个属肉体的，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当我们是接受了耶稣了以后呢，上星期我跟大家说过哈，跟大家分享，从灵生的乃是灵，从肉身所生的就是肉身。如果我们要
见到神的国，要看见天国。耶稣说你一定要重生。重生的意思呢，就是呢，我们呢弃戒过去的敬拜，而不单只说对不起上帝，我以前敬拜的这些都是都是不喜悦你的，我要把以前的这些祭坛完全摆下，对不起。不单只要说对不起，还要跟上帝说，从今以后我就不再碰他了，我只是一心一意的跟随你罢了，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你是我人生里面的第一，那个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的灵要被更新，我们要被圣灵来充满，圣灵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开始不单只是人生里面的一个开始，也是我们灵命的一个新的开始。就好像我们的灵啊，就变成很像一个 baby 这样子，很像一个婴孩这样子啊，重新的要去喂奶，要去建立起来。那么我们的肉体呢，也是我们人的一部分啊，我们的肉体，我们身体，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呢？那么保罗说，我们要天天的把我们的肉体啊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曾经那么说，那些要跟随我的，那么那些要跟从我的，你必舍己，而且天天背起什么？你的十字架，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不是说我们天天都要受苦，天天背起我们十字架，也是很肯定的。耶稣跟我们说，你要将你的肉体，你的肉体呢钉在十字架上，天天的钉啊，天天的都把它压下去，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肉体啊，如果是我们随从肉体随从肉体呢来行事来活出我们生命的那个就是跟神敌对的。肉体跟随从肉体活出我们生命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随从我们肉体的欲望，随从我们肉体的意念，肉体的意念呢都是不是说我们这个肉体我们不要，是肉体当中的意念呢都是与神敌对的，都是自私的。有些人说，哎呀，我爱一个人，我想爱就爱，我今天爱你，我明天不爱你，我感觉到没有爱了，没有 feeling 了，我感觉到没有这个感觉了因为这样子的话，很多人就闹离婚了，对吗？今天我爱你，明天我爱你，我们结了婚以后恩恩爱爱，突然之间有一天这个肉体的情谊肉体的情谊被挑了起来，无论是在怎么样的情况，很多情况可以，这个肉体的情欲可以被挑起来这肉体情欲挑起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人在几年前或者是很多十年前，我们曾经说过我爱你，你爱我的这个，可是我们今天看见了，哎呀，我看见你真的是不想再看你第二眼那种感受感觉可能是很真实，的确是很真实是从哪里来的？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来的。那么肉体的情欲呢，就是体贴肉体的事啦，所以照着肉体的情欲来做出决定的话那么就糟糕了。因为肉体的情欲所做出来的决定是不亲近神的不符合神律法的，不符合神旨意，不符合神的这个法则的如果是不活在神的这个法则旨意当中的话呢，那么我们就跟上帝的生命隔离了耶稣基督所应许我们的丰丰盛盛的生命呢，那么我们就从这个丰丰盛盛的生命里面呢被隔离了，被隔离了以后呢，圣经说那个就是死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的死就是这个意思，不单只是肉体的死。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啊，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啊，这私欲是以灵魂征战的。你看，跟灵魂征战了，虽然我们的灵魂已经被苏醒了，
成为基督徒了以后呢，我们从在灵里面已经被单身了，可是我们要谨慎，就是呢要戒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肉体的情欲。如果是让我们的生命是让肉体的情欲、肉体的私欲呢来掌控我们、掌管我们做出决定的话啊，那么肯定是不能够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的。我们有时候打仗哦，我们看到有些这些打仗的片段，在历史上我们也看见有些历史上出名的战争。那么打仗呢，这两个军队在对垒的时候，哦，如果是对方的军队哦，对方的这个保卫呢是做得很好的，他是在一个在他的他是有很坚固的保卫和城垒的哦，那么很难可以攻破他的防卫。通常要攻破这个很坚固的防卫要怎么做我们可能会想到要用更大的火这个炮火去攻他可是很多时候呢，在两个军队两个势力在对垒的时候呢，他们会派探子派间谍进入到对方的城垒里面这过了他的防线来收取这个资料，看他的弱点在哪里甚至于呢可以呢人家说在成为一位内奸当军队攻打这个对方的时候呢，他在里面呢把这个他们的防卫把它削弱把门打开啦等等，使到呢他自己的军队呢能够进入到能够破围而入破围而入进到对方的城垒来攻占来占领这个敌人。所以肉体呢是魔鬼捆绑我们最大的同谋，它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探子。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还没有面对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还没有面对呢魔鬼黑暗权势的属灵的战争的时候，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魔鬼的同谋，他的名字就叫做肉体的私欲。那个肉体的私欲如果没有被钉死我们如果是跟着肉体的私欲呢做出一些事情，行出一些行在罪当中，行在不圣洁当中的话，而且呢不认罪，当然是我们人是有软弱，可是有些人呢行在这个肉体的私欲当中呢，他们不认罪，他们不认为有错不认罪是因为不知罪不知罪的话不能够认罪，就不能够得到赦罪这个是我在这几个星期跟大家有分享过的。所以魔鬼呢就可以趁隙而入在这种软弱的时候，在肉体，在一个人跟着肉体的私欲而活出他们的生命的时候，那么魔鬼就可以攻破我们的防卫。虽然我们知道耶稣的宝血是充满大能的，虽然我们知道，当然知道耶稣的名是蛮有权柄的，可是当我们面对魔鬼黑暗权势和他对垒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一场战，最重要的一场战我们是要赢的，就是在我们里面，就是要克服这个肉体的情欲，把这个同谋，把这个内奸呢钉在十字架上，使到呢我们的防卫不至于呢被妥协。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28-31节，我们一起来念。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
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恭敬姐妹，在这里呢，保罗讲到了，就是这个以撒和以斯玛利，以撒和以斯玛利，一个是自主，一个是自主妇所生的，一个是使女所生的。他在这里呢，不是只是讲到呢两种不同的民族的这些关系哦。他主要的就是讲到这个属灵的真理啊。我们上星期讲到呢，我们要看见天国，我们必重生。重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灵里面再次体验到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就很像在灵里面有一个新的诞生。从灵里面，从灵而生的就是灵，从肉体而生的就是肉体。可是这两个呢是互相敌对的。如果是我们呢已经是成为基督徒了以后呢那我们生命呢，我们的灵是被苏醒了是被更新了。试想，如果我们圣灵被跟这个生命的我们的灵被更新了以后，我们要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听见上帝跟我们说话，我们看见上帝的真理，我们活在这真理当中。可是也有些人呢，他们做出决定，他们的生命要随着肉体的私欲、肉体的情欲来活出来的。你看，他们如果是有这样的人的话呢，那么他们所行的、他们的概念呢、他们的看法、人生观呢、等等呢，就跟上帝的这个原则上帝的价值观呢，完全不一样了。是不但只是不一样，还是敌对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时候呢，魔鬼也会使用那些选择照着肉体的私欲而活出来的生命的那一种人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到我们做生意的氛围里面呢，来阻碍我们进入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分和应许。因为肉体的私欲和灵上帝的旨意是相冲的。如果我们讲到有战争为什么人打仗？为什么不同的军队、不同的势力要去打仗？他们打仗一定要争取某些东西，对吗？他们要掌控，可能要掌控某一些领域他们要得到一些胜利品。哪里有战争的话呢，就有胜利品了。那么属灵的征战呢，所争斗的是什么呢？属灵的征战所争斗的胜利品是什么呢？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最少有四样。第一，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身份。你是谁？你和我们真正的身份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灵里面已经定了的了。我们是有价值的人，我们是依着上帝的形象和样貌所造的，我们有他的灵在，有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如果是我们记得当耶稣受到魔鬼的诱惑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呢，他魔鬼第一句话跟他说什么？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第一句话就是这一句，就是要搞乱了耶稣的身份。今天如果我们看见在我们生命里面身份有被搞乱的，魔鬼要搞乱我们的身份的，拒绝我们的身份的，贬值我们的身份的，那个呢就是属灵征战的先兆。
打仗啊，我们一定要先要打这个属灵的征的征战呢，我们一定要学习看先兆哦。各位姐妹，如果是我们呢，记得在福音书里面呢，记载到耶稣基督的释放的事工哈，他医治赶鬼的事工，甚至于在使徒行传，我们也看见那些被鬼附的人呢，啊，有什么特征？有两件特征我们可以看见。第一件，他们失去了他们自己的身份，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对吗？所以我们看释放啊，医治释放的这个根基啊，我们跟这个当然是我们看这释放的事工呢，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就是属神的和属黑暗权势的在这里斗争呢。他们真的胜利品是谁？就是人，人的身份。我们被造，我们的身份是充满价值的，我们的身份，我们被造也是要反映出上帝的荣耀，就是为了要敬拜荣耀神的，那个是我们身份的一部分啊。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反映出上帝的荣耀，不能够荣耀神的，那个呢，也是给我们一个这个先兆，就是呢，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有属灵的征战，我们要参与了。刚才我说的那些在圣经里面看见被鬼附的人呢，第一个特征呢，就是他们失去了他们自己的身份，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你问他是谁，他讲别个名字，哎，那个就是属灵的征战嘛。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人呢？有没有看见这样的情况？啊，在我们的家人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各位弟兄姐妹，那个就是属灵的征战了。所以我们要站起来打那个属灵的征战了。哎，第二样，那些被鬼附的，他们通常呢都是会被他们自己的这个家人呢、社团呢赶出外面去的，与他的家人分离的，或者是他们不能够工作，对吗？不能够做工啊，在圣经里面讲到那些鬼被鬼附的啊，他们不能够做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只能够做那些黑暗权势、巫灵邪鬼、巫鬼邪灵啊，对不起，巫鬼邪灵所要做的事情，他们不能够做他们自己的事。他们也不能够活在上帝的命定当中。第二件，属灵征战所争取的，就是我们的命定。魔鬼要把我们从我们的命定当中呢逼出去。这个身份和命定，不单只是个人的身份和命定，也是一个国家的身份和命定，甚至以教会的命定哦。我们教会需不需要打属灵的征战呢？需要。当我们看见教会的身份、教会的命定、教会的使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受到逼迫的时候，被逼的而不能够活出我们的身份，末日全堂，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就是上帝的教会，我们是沙漠之中的江泉呢、那个就是我们的命定啊。如果我们不活在其中，那么意思说魔鬼已经要跟我们跟我们敌对了，还要阻碍我们活出我们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命定。第三，继承的产业，在刚才的在加拉太书里面有讲到哦，讲到以撒和以斯玛利，哎，他说一个呢就是使女的儿子，一个呢就是自主妇人的儿子。他在第四章第三十节，他说要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属灵征战所争斗的、所争取的，就是我们继承的产业。我们继承的产业
当然是也是包括哦我们的财我们的财业我们的财产哦。不过呢今天我跟大家说我们继承的产业呢是比我们的财产我们的金钱更多，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星期二晚上然后上星期晚上在祷告动力站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比较详细哦，就讲到了我们的孩子呢就是我们继承的产业，上帝赐给我们的基业。那么那个也是魔鬼哦，魔鬼要去抢夺的，要去争取的哦。所以那是魔鬼那个魔黑暗的权势来争取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那么我们也看见哦，会看见一些先兆。如果你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常常被人欺负，如果你的孩子在外面呢常常遇到一些同样的一些困难难题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做基督徒父母亲的，我们通常都会要鼓励他们，为他们祷告。怎么为他们祷告？我们跟他们说你要刚强啊，上帝很爱你啦，哦，不要管他们讲什么啦，啊，不要管他们讲什么，你知道爸爸妈妈很爱你，哦，上帝也很爱你，你为他祷告，主啊，求你保护他，求你赐给他刚强，求你鼓励他等等，啊，那些都是很好的祷告，很重要，啊，继续的那么做。可是还有一个层面，我们要祷告的，我们看见这个是属灵征战的胜利品来的哦，那魔鬼他看见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后裔啊，哦，我们的家族的产业啊，哦，就是他看见他流口水了，他要争取，他要捆绑他们，他要使他们呢，对他们自己的身份不肯定，失去他们的身份，他要逼他们呢走到他们的命定之外，他要使他们有活在属灵、属魂、属体的捆绑和疾病当中，使他们不能够活出他们的命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看见这样的先兆的时候呢，我们就拿起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权柄，我们要跟黑暗权势来对垒了。我们要跟他说，我是这个孩子的家长，我是这个孩子的属灵的权柄，我现在对你说，黑暗权势你不能够碰他，因为这个是上帝赐给我继承的产业，继承的基业，上帝赐给我的福分就在他的身上，我现在跟你说你不可以碰他，你立刻离开我的氛围，立刻离开我的产业哦。那么我们要这样拿起权柄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把你赶出去，赶出他的生命，赶出他的氛围。各位姐妹，今天我们在网上参加敬拜了，我相信每一位都很健康，虽然是外面的我们看见现在这个新冠肺炎的瘟疫啊，我叫它瘟疫哦，已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地步。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因为保护了我们，直到我们呢能够给健康的身体。可是我们越来越就能够听见了，某某人我认识的，哎呀，那个又中了；某某人都认识的，哎，那个啊，那天你是跟他买菜的那个，那个又中掉了。哇，你越来就越觉得呢，身边我们认识的、我们知道的人呢，都被这个新冠肺炎影响，那不是先兆吗？魔鬼已经来到我们的氛围当中了。这个时候我们要站起来说，黑暗权势，魔鬼，你不能够泛用，你不能够利用这个情况，你不能够利用新冠肺炎来攻击我们，攻击我的家人，攻击我的主内弟兄姐妹，你不能够侵犯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跟你说，你这谋杀的灵，你这疾病的灵，我要把你从我的氛围里面赶出去，你不能够碰我的孩子，你不能够碰我的朋友，你不能够碰我的弟兄姐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站起来，拿起权柄来，因为那个我们看见了，现在我们看见了，这个属灵征战的先兆，而且这个新冠肺炎所带来的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对吗？那我们也看到，哎呦，经济是这样子的咯，哎，不要讲是这样子的，哦，不应该这样子的，哦，不要就是
感觉是这样子的咯，你看啊，明年呢会更加糟糕咯。哎呀，对啊，你可以，你已经看见了，我们还不祷告，我们还不打仗，我们还不站起来啊，站起来拿起耶稣基督里面的权柄，我们要先打胜里面的这场仗，才能够打外面的这场仗啊，兄弟姐妹。第四，上帝圣洁的掌权，我们一定要这个知道是上帝圣的这个圣洁，所谓上帝圣洁的掌权，就是我通常就是给做出一个这样的定义，所谓上帝的掌权是什么意思？上帝的国度是在哪里呢？上帝的国度就是在那个地方，当上帝的旨意被顺从、被顺服，上帝的旨意被顺服的时候，被施行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上帝的国度。比如说如果是外国的旅客进到马来西亚，进到马来西亚这个经过这个移民厅的时候，他们要守一些马来西亚的法律啊，对吗？因为他是进入到马来西亚的这个政府嘛，这个马来西亚的国度嘛，那马来西亚国度有马来西亚的这些律法啊，所以他不能够说，哎，我是美国来的哦，或者是我是荷兰来的，在荷兰哦，在荷兰呢，如果是吸这个鸦片呢，是合法的，所以我是荷兰人，我带的鸦片，我进马来西亚的移民厅，我说这个是鸦片，我是荷兰人，我是荷兰国度的人，那么我跟荷兰国度的这个立法，在荷兰我可以我可以吃鸦片，进到马来西亚的国度我也带了进来，你看马来西亚的移民厅的移民局啊，马来西亚的这个税关局会不会给他进来呢？当然是不会嘛，啊，当然是不会嘛。他说你要吸鸦片呢，我带你去荷兰咯，你不是去荷兰吸咯，啊，可是这个是马来西亚的国度啊，马来西亚的法律一定要受到尊重，一定要顺从。所以上帝的国也是这样，上帝的国是没有边界的哦，是没有边界的，在哪里？你和我顺服上帝，上帝的国就在我们生命里面。魔鬼要怎么样？他就是要人不顺服上帝的话语、上帝的价值观、上帝的法则，他就是不要，他要人偏偏的跑在上帝的法则、上帝的话语之外、上帝的圣洁之外。如果我们跑在上帝的圣洁之外的话，那么我们就活在魔鬼的掌权的捆绑当中了，那个就是魔鬼的诡计了，我们就是他的胜利品了。恭喜姐妹，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家人、我们生命里面有这种挣扎，我们看见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有这种挣扎，那个就是要站起来做属灵战争，在属灵里面来打仗的先兆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先兆的话呢，我们要谨慎，不要再不要再拖延了，站起来祷告。我们在祷告里打属灵的战，这个是属灵的战，而不是不需要拿起刀枪而拿起火炮来去打仗的。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到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到第十节，来，我们一起来念。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啊，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啊。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在那里呢，保罗吩咐在以弗所的基督徒呢，要做好准备，要准备打属灵的战争，要有
这个全套的军装，讲完那个全套的军装了以后，摆上了圣上了以后呢，第十八节他那么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那么就是说，我们军装已经穿上了，怎么样去打仗？兵器已经有了哦，我们有盾牌，又有这个圣灵的宝剑等等。哎，我们现在怎么打？怎么打？已经穿上去了，就是祷告，在多方的祷告，无论是用方言祷告，用悟性祷告，只要圣灵带领的祷告，圣灵敞开我们属灵的眼，所得到的这些启示呢，照着圣灵的带领，照着圣灵的启示来祷告，为先在我们生命里面打胜这场战，同时才能够打胜外面的那场战。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呢要花一段时间，花点时间，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可能看见有些先兆了，魔鬼已经侵入到你的生命，你的经济，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孩子的健康，你的孩子的学业，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教会，你看见了，那么我们要站起来祷告。各位弟兄姐妹，牧师全堂，我是牧师全堂的牧师，上帝赐给我这份优惠，可以成为你们的牧师，你们属灵的这个权柄。那么属灵的权柄最主要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就是要为教会祷告。当我看见牧师全堂的弟兄姐妹有挣扎的时候，你们来找我祷告，我说我为你祷告，我要你刚强，我要你进入到神的福分，可是我宁愿花更多的时间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说神，你赐给我这个属灵的这个权柄。牧师全堂的弟兄姐妹都是你的孩子，我今天站在你的面前，我要操练你所赐给我的权柄，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跟你说，黑暗权势你不能够碰。牧师全堂的弟兄姐妹，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你要从我们当中离开出去，一切的攻击，我跟你说，你要停止，你不能够再攻击他们，你不能够再抢夺他们，那个是我们有属灵权柄的，是在教会里面有属灵权柄的，在家庭里面有属灵权柄的，在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有上帝赐给我们的属灵权柄的，我们需要做的，我们需要打仗，打属灵的战争，用祷告来和黑暗的权势来对垒。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来，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看见任何的先兆，现在你就跟神说，现在你就面对这个黑暗的权势，你要跟他说，你离开，你离开，你离开。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把你的真理带给我们，我们现在求你敞开我们眼睛，看见我们的氛围里面，如果是有黑暗权势，魔鬼要侵入进到我们的氛围的，侵入进到我们的生命的，要搞乱我们的身份的，要逼我们走在上帝的命定以外的，要抢夺我们的产业的，要使我们活在上帝的圣洁和公义的生命以外的，现在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向你说出黑暗的权势，我要把你完完全全的暴露出来，我要把你完完全全的赶出去，从我的氛围里面完全赶出去。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向你说出黑暗权势，黑暗权势，你要在牧师全堂的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完全的挪去，在他们家人里面的生命完全的挪去，你不能够再捆绑他们。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向你说出你捆绑他们的，今天就要被粉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求你，主啊，将你的圣灵临到我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敞开他们的灵眼，使得他们能够看见耶稣，
使人们看见真理，看待关系自己生命的真理，看待看见啊，他们氛围你要他们看见的真理。求你保守我们，求你为我们打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以这首歌曲来回应上帝给我们的话。在这时刻，求圣灵运行，来充满我们的心。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使你们认识敬爱上帝和圣子我主耶稣基督。又愿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所赐的父降在你们中间，常与你们同在，阿们。愿你们都平安回去侍奉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